师傅，坐这儿。哎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哪儿都错了。那你说吧，先说出前十点来。我不应该这么笨。那不怨你，也不算。我也不知道了。怎么好像我很可怕的样子啊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哎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，嗯，朋友交往得对人家好啊。对啊，你一般来说对别人好都是用什么技术手段？说话特别温柔，还特别爱跟人比心。比心我可知道，哎呀，因为心脏嘛，让咔嚓咔嚓，不是，这样，小心呐。啊，对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一高兴就这样。这不，哦，这不是大绵羊吗？俩鸡子。哦，这个看着挺单纯的。有没有说跟人夸一这样就啪给一大嘴巴啊？没有没有，不跟人好嘛，这是代表着好啊。对对。嗨，我还以为谁跟我这样是借钱呢，像不像啊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好，记住你对人好的方式。嗯，你是打东北来的，嗯，闯荡上海滩。对，曾经有一个人在你初到此地的时候，对你帮助很大，你看看他是谁？想起来了吧？栾哥，这图P的也太假了，这图。我能跟栾哥这勾肩搭背的吗？这不疯了吗？这不呀，也不见得不行，挺好的啊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保护他。哦，另外呢，这有三把扇子，如果扇子丢了，就把你的名字留下来，啊，带着你小二的光环回到你的东北。暂时还没满一年呢，不着急，那个不要紧，这就摘了。哎，没事，摘着玩，不要紧啊。收拾东西到车下面去等我。好嘞。爸，快坐。哎，这个地名叫横店，好地方。为了看看你，我把全组人都拉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可能不愿意看我，也就您想看我。明天我准备带着这100多人到你们那个组里去探班。千万别的，给你们那个导演来个下马威。我拉一车饮料、水果卸了现场，我让他吃。好家伙，吃完不让拍啊！让他对我儿子好一些。我已经挺好的了，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得国庆节之后了。好，你要再不回家，你弟弟都快结婚了。我也走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戏。这个回家之后，请回到家里来住，不要住到你自己那里啊。行，具体咱们这房费是怎么付的？这是要交月钱了。对对对，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他们都说我儿子可挣钱了。没有啊，自媒体都说啊，自打疫情开始，你接了好多节目和戏，一个人养活德云社。你一分钱都没给我拿来过啊！哎呀，这德云社哪用我养啊？您一人就养。行，那你给一半得了。我这直夸您还不行？我儿子拿钱不当钱啊，当命。嗨，这个有小问题要问你，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之间交往，你觉得是怎么能表现出来我对你好？可能就是说那个诚心的爱挤兑他。哦，哎，这是我对好朋友这么一个态度。这也可以理解，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是，行啊，嗯，这儿有一个信封，你打开瞧瞧吧。哎呦，他们说是 P 的，我都不相信。我这绝对是 P， 我有这么长鬓角吗？你看，小的时候啊，小的时候这样。你旁边那个宠物，你看，这是番邦进贡的怪兽啊，这是张鹤伦。张鹤伦，这是，嗯，这个里边有一个故事。想当年你背井离乡闯荡上海滩，你得到了一个贵人的支持，他多少次为了你豁出了自己的脸面尊严，所以到后来他没有脸面，没有尊严，习惯了。是，所以他对你啊可以说有救命之恩。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就是在这个上海滩里面你要找到他，并且你要暗中保护他。这里呢有三把扇子，这个麒麟扇子是可以替代云鹤九霄任意把，嗯，你那两把可以去换任何的，云鹤九霄都可以换。哦，啊，如果这扇子丢了话，名字都得留下，以后你就不能叫郭麒麟了，你就叫于谦了，知道吗？我靠，一样，这不一样。那以后一喊儿子于谦，我眼泪都得下来，多难受。我怎么成老大了啊？好吧，行，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吧？好嘞，到车下去等我。好嘞。
这个东西呢，就让它石沉大海上这个秘密。盖上，行，没人看。来，这时候那个司机师傅到了一下。你这个扇子怎么办？嗯，啊，搁脚底下。嘿，太好了，搁得过去这儿。你这，你说。这不就得一把了吗？你看，你这你稀里糊涂，你不是不是别带你们怎么玩啊？走走走，老秦，骑着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我在洋人那儿得的新玩意儿啊。我有点心疼老秦，你好啊，这确实感觉不太好蹬。没事，一倒一替的啊，后天是你。哦，后天行，没了。这一看就是专业的，真是蹬车的。他那个亿万家产都是这么蹬来的。你现在你想啊，他蹬一趟他能挣一块钱。可以站起来蹬，没劲儿了我这。行，我这那这个其实跟蹦迪道理是一样。对对，他都一样，动感单车这动感单车没问题。老钱这大长腿不骑三轮可惜了。那错不了。嗯。到刹车了，该到了。我先说几句啊，这个武器来之不易，这是咱们会长啊，托人弄呛从海外洋人手里买回来的。嗯，是近一两年之内由专家研制出来，还没有研究出，已经出了研究，研究出来了。这个咱们开始先选武器，好，挑选型号啊，来，就字儿，看不懂啊。这么复杂呀？外地，外地。以我接到的消息，外地好，真的，外地好。你不要信他的，你不要信他的，咱俩都姓邵啊，我会骗你的。有这个呀？上九溪听了上小菊的，因为一家亲。啊，嗯，然后小尚说这个特别特别的好，我信他一次。来哪个，周老师？我来 T 十吧，我就。U2 吧，我 Pro 了。PYC-99，都拿着你们选的型号了吗？拿着了，我们可以开门了。哦，冲锋枪！哦，哎呦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？各位。武器过后，尘土不沾。对，是是，咱这是干保洁去是吧？是吧？都是吸尘器。按照上面的牌子去挑选吧。祝你好运，孩子。那哪是我的呀？我这个我是 VCS61AC9 Pro， 这个。我这看着一般般啊，我这。我看我那120瓦在哪儿呢？我这身体还挺好，哎，挺有劲儿的，还行。哎哎哎，大饼，你得拿这两个一块跑啊，爷们儿，甭打仗了，拿这俩走一里地就得累死。我这软的师傅，这软这，我这耷拉了，我这人家都是这样的，我这怎么这样的？哟，你这怎么还当啷着呀？你怎么还当啷着呀？上小菊呢？上小菊那个骗子！上小菊就是骗子。我怕累着你。这已经是累过头了。不行啊，我这个好像得插销啊。杨九郎这得插电，不是得插电是吧？你就找一接线板，你跟那等着。太坑人了，我刚才我一看是一大家，我说可以，这挺长的，结果还得插电呀、啊，这个。你得找电源。好，各位勇士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，出发喽！来，云字科的下车。祝你们好运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师傅。好，拜拜。现在就是各自为战了，是吧？谁也别管谁了，是吧？现在要埋伏起来、藏起来，肯定也不行，应该。咱应该先把这个先藏一地儿。
能藏那个垃圾桶里头，藏一把。行，可以现在就找人会聚齐了。来，喝子喝的下车。哎，到咱们喽。好，准备战斗。祝你们好运。好，谢谢师傅。拜拜！放枪花花，我这不能吸了，活该，那没办法，就把这安内上，这个好，完了没有武器了，完了，我会接住你的，大林，他把枪跑坏了，朋友们。咱们不得战前准备一下吗？不要，把武器放下。咱们的口号呢？哎，喊表演一个，准备，嘿，嘿，哦！全体下车，走了。哎，老周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你追谁呢？看见人在躺下。哦，我靠！哎，咱开个小会儿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咱们说一说。现在咱先研究研究武器怎么使。不是这样，我这个呀，捆他们就行了。你这是你套不住饼哥。咱不套饼哥，看饼哥我就躲。哦，对。那咱还套谁呀、啊？萧贤，也就套到他了。就套到玄儿了。秦萧贤呢？我先坐他去。现在最稀有的现在是肖字和琳琳的那个货，咱跟肖字的聊聊去吧。走。呀，这不小伙伴吗？小姐妹，我先找小姐妹玩会儿去吧。小姐妹，孟哥，肖字现在很稀缺呀，就你一个人呢。你们不要看你们人多，小姐妹啊，什么意思？用不着，不用美色诱惑我们。给他们仨带走。快点，老秦，球，快点，给他们仨带走。小姐妹，你看有小姐妹就是好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的球，我球字，我特别结实。你吸不走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大力，别，我试试，我也试试。这让我试试，真吸不走。你看，真是。对。你先把扇子给我，我帮你研究一会儿，你吸完了再说。你先把扇子给我，你等会儿还给我。换了啊，快，换了一把，不是这个字儿。也行。